导读，劝学是荀子留给后人的珍宝，字字可以显现出荀卿子对后世子孙的无限慈悲之心。此篇详细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应该注意的问题和学成后的效果，对我们的修学大有裨益。一、学习的重要性。《礼记·学记》中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诸葛亮诫子书云：“非学，无以广才。”明儒郑晓曾教诫子弟曰：“大智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三字经》更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人不学，不如物。”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学习的重要性。在《劝学》这篇文章中，荀子是怎样阐述学之重要呢？荀子告诉我们，学不可以已矣。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至明而行无过矣。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君子生非异也，善驾于物也。比喻修身需要借助于学习。神莫大于化道，神奇之事莫过于因学道、受道之教化而彻悟于道。既然学习如此重要，我们当然要有重视学习、勤于学习的自觉。二、学习应该注意的问题。为使学习具有成效，在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荀子在文章中告诉我们，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选择善缘。普通人定力和智慧不够，在学成之前，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荀子告诉我们："蓬生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又云。故君子居敝则乡，游敝就室，所以防邪僻而尽忠正也。这是在告诫我们要选择良善的环境，与品德高尚之人交友，从而亲近正直之士，免受品行不端者的影响。二，要慎修己德。同盟教材《小儿语》中有。德行立身之本的训示，孔门以德行为四科之首，圣贤人是在告诫我们修学的本末。荀子说：“荣辱之来，必向其德；怠慢忘身，祸灾乃作；邪秽在身，怨之所构。”这是在告诉我们，个人的荣辱祸福。都是因果使然，自我感召。既然言有招祸，行有招辱，我们必须慎其所立，时刻谨言静行，抓紧自己德行的修养。三，要用心专一。谚云：“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佛一教经云。至心一处，无事不办，可见用心专一的成效。荀子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又举了正反两个例子证明：隐无爪牙之力，筋骨之强；上食矮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谢六贵而二傲，非舌善之学无可寄托者，用心造也。这是在教会我们，
要想获取显著的成就，必须有坚如磐石的意志，必须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四，要明白始终。大学云，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之所先后，则近道矣。论及学习，我们应从何处开始，学到哪里结束呢？荀子告诉我们，就学习的内容而言，读诵经典应从《诗经》《尚书》开始，到《礼经》结束。就学习的意义而言，应从做个有道德的读书人开始，到成为圣贤人结束。荀子进一步劝勉我们，真诚地积累善行，长时间力行圣贤教诲，便可深入其中而获得法益，学到尽此生命方可停止。学习的课程虽有尽头，但切不可须臾偏离所学教义，只有这样方可称之为人。五，要为己而学。小儿语中曾讲到，读圣贤书，字字体验。口耳之学，梦中吃饭。这是告诉我们，口耳之学不能滋润身心，于己于人毫无真实用处，也就是荀子所说的小人之学。荀子告诫我们，为学要做到君子之学，不图外在名利，为了成就自己的德行和智慧而学习。能将圣贤教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进而正己化人，言谈举止皆能垂范世人，这就是荀子所讲的君子之学，是为己之学。六，要亲近良师。学习有没有捷径可走？答案是肯定的。荀子告诉我们，学莫辩乎近其人。学习没有比亲近良师益友更便捷的途径了。若能通过亲近良师益友来学习圣贤学问，然后在日常待人处事接物中去体悟落实所学到的圣贤教诲，则德行和智慧就会不断提升。利己利人。七，要尊师崇礼。孝是中华文化根，敬是中华文化本，尊师崇礼是学人必须具备的首要态度，是求学成败的关键所在。所以，荀子告诉我们，若论求学之道，没有比尊师更要紧的了。其次是尊崇礼法。如果上不能尊师，下不能尊崇礼法，仅仅死记经文而不解其意，充其量只是一个学识浅陋、缺乏修养的书生而已。若能尊崇礼法，对圣贤学问即使不能透彻明了，也不失为有道德修养的君子。假如不尊崇礼法，即使明察善辩，只是一个无真实修养的学人罢了。这些都是在强调尊师崇礼的重要性。八，要关机待人。学人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会遇到各色人等，也不可避免的会与他们打交道。如何进退应对，这需要智慧。荀子告诉我们，遵从仁义之道的人，方可与之交往；不遵从仁义之道的人，要回避他。因此，对于恭敬有礼的人，才可与其谈论道的方向；对于言辞安定的人，才可与其谈论道的理念。对于态度诚恳、乐意接受的人，
才可与其谈论道的精深意蕴。总之，要观机待人，不能浮躁，不能吝发，不能盲目。九，要力求善学。荀子劝勉我们要做到善学。何谓善学？有两个标准。从事理上讲，要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如此才叫善学。从心上讲，荀子说，仁义不一，则不足为善学。也就是说，善学之人要时时保有仁义之心，要像孔子讲的那样，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造次必于世，颠沛必于世。这就是说，无论外缘如何变化，在善恶境界中都要能始终坚守仁义之心而不被境转。达到这两个标准，就是善学之人了。三，学成后的效果。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又能做到以上若干要点，能收到什么效果呢？荀子告诉我们，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弗是之谓德操。活着遵从礼义，至死依然遵从礼义，这是有真实德行而又能操持，其结果是得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成人者，成就之人也，内心智慧开显而能够回应外物，如此便已入圣贤之流。古德曰，其有天生弥勒，自然世家。可见圣贤都是学出来的。此劝学一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通过学习而成就圣贤。所以我辈当不负古圣先贤的良苦用心，勉励于圣贤之教，今生一定志在圣贤。以上是惭愧弟子因缘生恭敬整理的《岁次乙未年中原祭祖专刊》文稿，如有不妥之处，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大德同修会予批评指正，无尽感恩，阿弥陀佛。惭愧弟子因缘生顶礼敬诚。因缘生虽然很年轻，读书啊，好像没有学位，没有读到学位，但是他对于传统文化，对于中国这些古籍，确实有他很好的心得之处。那我看过他的大学讲义，那不是一个一般啊博士班的指导老师能够写得出来的啊，我看了很佩服，很难得。啊，在这个时代，懂得学习，认真学习，而有使命感的人，这就是中国古人讲的圣贤君子。啊，圣贤没有达到，君子这受之无愧。啊，是个很好的老师。
啊，我们有一些同学要认真跟他学习。啊，我们这个地方创办了这个小型的学习班，啊，汉学院，用这名称用得很大，啊，实际上我们是很小的学习班，我们有好的几位老师在这边天天讲学，一门深入，尝试学习。啊，这个根扎下去，我们相信将来一定有成就。啊，跟他这一篇劝学的导读所说的一样，我们有方向，有目标。啊，我们能够洁身自爱，对人事环境、物质环境，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性。啊，如何不受物质的引诱？啊，不受外面人事的动摇，我们所学的才会有成就。啊，我们有成就了，希望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教育待遇微薄，比较清苦，我们要学苦先生，待众生苦，啊，与众生乐，我们的心性，我们的言语，能丰富众生的精神生活。佛说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是真的。啊，没有说资源丰富，啊，科技发达，离苦得乐，没说了。啊，古人所说的话跟今人所想的所说的不一样啊。破迷开悟才真正得乐，生活再清苦他也得乐。孔子弟子颜回是一个好例子啊。啊，他那样生活，一般人感觉到很苦，哪来的乐？啊，颜回，他真乐，他真有受用，有享受，他天天提升，入圣贤境界，他怎么会不乐？啊，我们要努力向这个方向去学习。啊，这一篇文字虽然不多，他讲的学习的重要，啊，学习应该注意，举了很多例子。啊，最后讲到学成以后的效果，我们只希望祖宗所留下来的这些典籍不至于在我们这一代断送，我们要承传下来，再传给后世。
我们这一生到世间来就干这种事。啊，自己生活状况如何不放在心上。能把这件事情做好，我们尽了孝道。啊，我们也不辜负老师。希望在这个时代有这种志愿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相信有人，我们还没遇到。啊，我们做好榜样给人看，这就是我们招生广告。啊，我们做好了，很欢喜了，会有人看到，给我们聊天，我们把我们的愿望告诉他，志同道合的他就来了。啊，大家做出牺牲贡献，非常值得牺牲。我们要乐此不疲，不疲。啊，向圣人、向佛陀、向菩萨看齐。哦，在下面还有一篇呢。遂赐乙未年中原祭祖专刊。尊敬的师父上人，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仁者，阿弥陀佛。惭愧弟子因缘生，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研制易尽教与学。礼记学记是世界最早的教育哲学论著，是中国先贤留给后世子孙无比珍贵的教育遗产，是振兴传统教学的最重要指导纲领，是教育工作者人人必读的宝典。这篇经典之作系统阐述了为什么要教学、如何教、如何学等，其智慧与原则用于今日仍具宏效。一、为什么要教学？教学的必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古人读书志在圣贤，成为圣贤就要学为人师，言为师则，行为示范，也就是要做到正己化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有学乎？可见，从读书人的角度看，要想实现化民成俗的抱负，则务求修身，必自学始。这是强调为什么要学。其次，欲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可见，从国君的角度看，要想实现教化国民的目标，必须开展教育，这是强调为什么要教。最后，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这是从教与学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进一步强调教与学的必要性。二、如何教？施教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教学原则、教学方法。首先，教学的目标。古人教学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等各阶段均有相应的教授侧重点和希望达成的目标，尤其是达到九年大成的境界。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学至大成之后，就会德行坚固，智慧开显，臻于大学之道，此时便可教化大众了，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其次，教学的原则必须要做到教之七伦，开学时祭祀先圣先师，以示尊师重道，练习诗歌，以劝勉学生立志爱国，击鼓警钟后再打开书箱，以警醒学生用谦虚谨慎的心来学习，以戒尺和教鞭来警策学生，使学生有充足时间发展志向，对学生相机而指导，使其自发自强，遵循教学的次第，这是施教者必须熟知的大道理。最后，教学的方法，施教者要顺时序而教，如春秋教礼乐，冬夏教诗书，学生上课和放假时各有课业，学生退席后也必须有常学。为人师者要用心听取学生的学习心得，然后顺其心智所趋而导之以方，要善于启发和引导，应随其所问而告之原委，问小则答之以小，问大则应之以大，要掌握每个学生的优缺点和根性，懂得因材施教，要注重身、言、意三教，身教需以身作则，言教需简要详明，意教需诚意正心。三，学须有名师，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老师是要教导学生成就至尊之人，唯有名师方可胜任，所以为学须择名师。那么什么样的老师才能称得上是名师呢？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要明白教学兴盛的原因和教学失败的原因。教学兴盛的原因有四点，即防范私欲乃成自然，教事时宜，受不劣等，与善友切磋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兴也。教学失败的原因有六点，即不能降服私欲，失去最佳学习时机，不论次第杂乱施教，无善友切磋观摩，心失澄净，容易受外界纷扰诱惑，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其次，要明白学生的四种常见过失，即多学寡要，不能贯通，傲慢轻忽，畏难懈怠。对于学生的过失，为什么教者必知之呢？因为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师也。这里谈到了教育的本质，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师者也。最后，要能和学生以心相感而心意相通，即善教者使人记其志，如此则学生受教之后而异化，这是教学的高境界。四，如何学？求得名师之后，应如何学习呢？首先，尊师为要。君主不以臣子相待的人有两种，其中就有自己的老师。君主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人呢？
所谓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尊师重道是学有所成的核心原因。其次，学贵立志。老师教学生以孝慈有悌之道，若无师长教诲，则五福眷属之间便无亲爱之情。孝悌是人之根本，不知根本，何谈做人做事，更何谈立言立德立功。可见教育何等重要。所以读书人要立志学为人师，常存惜圣惜贤之心，发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了志向，学习就会有持续的动力。最后，学须力行。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学者切莫陷于记问之学的误区，而应把所学到的知识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在学习、实践、体悟中提升真实智慧。要劳逸结合，勤修身心，开朗豁达。要像梁冶之子、梁公之子、史驾马者那样好好的把握学习的次第，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用心专一，常时熏修，以期水到渠成。要像夏商周三王先祭河神后祭海神那样，知所先后，务求根本，以期本立而道生。总之，这篇文章思想深邃，含义隽永，内容丰富，脉络分明，把教与学都讲得寥寥分明，可谓教与学的巅峰之作，实为经典中之经典，瑰宝中之瑰宝，是解决个人、家庭、团体、社会、国家、世界一切问题的金钥匙，值得人人推崇，全球学习，万世弘扬。以上是惭愧弟子因缘生恭敬整理的《岁次乙未年中原祭祖专刊》文稿，如有不妥之处，诚请尊敬的师父上人、诸位大德同修会遇批评指正，无尽感恩，阿弥陀佛。惭愧弟子因缘生顶礼敬诚。因缘生写的这两篇文章，把中国传统的教育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我们希望看看这个时间来得及、来不及。这两篇文章啊，要让它给我们详细讲一遍，把它做一个详细的讲记，再翻成英文。现在这个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要来访问，他对于中国汉学很有兴趣啊，汉学真的怎么学、怎么教、
如何发扬光大，让大家得到实际的利益，那就是个人的修养、家庭的幸福、事业的成功、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富强、世界和平。啊，我们让他在全世界大学里，首先要这些主持教育的工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认识啊，不但认识，要深入理解，生欢喜心，如果大家都能接受，我们相信未来的世界是地球上的成平盛世。盛世从哪来的？教学未歇。那所以首先要把教学讲清楚、讲明白，不能只是一个概念，要深入，要落实。啊，我们要能把它做到。人类才会有前途，才会有光明，地球才会有盛世。啊，所以我们最好请云远山老师辛苦一点。早一点把讲记完成，好像他有个稿子说，没看到，有，我也好像有稿子，啊，在稿子上再修订一下，使它尽善尽美，啊，这篇也非常有价值，啊，太难得了。好，下面还有一点时间。还有两篇。尊敬的师父上人，各位法师大德，惭愧弟子甘肃立迁古城金山寺佛学班开弘汇报的题目是信愿念佛求生净土，甲一，法门殊胜。经云，诸佛如来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为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故而释迦世尊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普令群生返望归真，复本心源。印祖文超云，众生根基有大小之分，迷悟有深浅之别，如来慈悯以种种法要，各随机一令彼得意，所说之法多如恒河沙，但其中至圆至顿，最玄最妙，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普被上中下根，统摄一切诸法，上圣与下凡共修，大基与小根同受者，莫如净土法门之殊胜超绝也。又云，一切法门虽则顿渐不同，全实各异，
皆须修习躬身，乃得断惑证真，出离生死，超凡入圣，是谓权杖自立，别无以托。倘或稍未尽，则仍旧轮回矣。唯有净土法门，不论富贵贫贱，老幼男女，至于僧俗、士农工商，一切人等，皆能修习。由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取娑婆苦恼众生，是故教愚门得果为义也。净土方便之法，既可以免除断惑之困，又不必费多劫长修，但半肯心，当生成就。此乃人人可修，个个能成之大道。有其他法门，唯靠自力断惑证真，方可出离生死。似蚂蚁上于高山，既困难又费时。净土他力法门，仰仗弥陀慈父大悲愿力，不必断惑，待业往生，如风帆扬于顺水，稳当且迅速。文超又云，净土法门乃十方三世诸佛，上承佛道，下化众生，承始承终之法门。故华严入法界品，善财蒙普贤加倍开示，以正等觉。普贤乃令发十大愿王，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以期圆满佛果，复以此普劝华藏海众。而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乃忤逆十恶，将堕阿鼻地狱之人，蒙善知识，教以念佛，或念十声，或但数声，即便命中，亦得蒙佛接引往生西方。观此，则上至等觉菩萨不能出此法外，下至逆恶罪人亦能入此法中，皆成弥陀接引之力，皆为净土所设之机。可见法门广大，了无弃物，佛愿弘深等世众生，使上圣下凡，上求下化，速成佛道之一条捷径。诸佛诸祖善度众生之一支慈航，于此不生信心，或信不真切，便是业障深重，不合了生脱死，超凡入圣，永世永劫在此世界常轮六道，无有初期。纵得人天，为时甚少，如客邸寄居，一堕三途，则其时甚长，如安住家乡。每一丝棘，一毛皆树，不惜苦口，恳告同人。印祖常有莲曰：舍西方捷径，九界众生尚何以圆成佛道？离净土法门，十方诸佛下，不能普利群蒙。古德云：
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中国难生，名师难遇，生死难了。我等今信得人生，闻佛法，生中国，遇名师，不信者，自愧业障深重，福薄慧浅，无力断惑，速出轮回，了生脱死。然而又信得闻我佛如来彻底悲心，畅显本怀，道出心声，所说之究竟圆满方便，令薄地凡夫待业往生之净土法门。又遇到夏老汇集的无量寿经，大慈念老的大经解，师父上人讲的大经科注，和海贤老和尚之殊胜表法，实在是莫大之幸。若非素植善根，怎能闻此不思议法，遇此殊胜因缘，当顿生真信，发愿求生净土。甲二，信愿持名。大经科注云：当今末法，众生福慧浅薄，垢障深重，唯赖此方便法门，但凭信愿持名，便能功超累劫，往生极乐，净灯不退。若无如是微妙法门，凡夫何能渡此生死业海而登彼岸？故大悲慈父良土导师悯念我等，开此净土法门，妙显苦乐二土，激扬沉迷众生，此大火炬，彼清凉池，宝莲在前，刀山在后，于是自然升起圣愿，厌离娑婆，求生极乐，既生信愿，更持名号，便得度脱。以一真信切愿。印祖文超云：念佛法门为以信愿行三法为其宗要，三法具足决定往生。若无真信切愿，纵有真行亦不能生。偶亦所谓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乃三世不易之常谈，三根普被之妙道也。何谓真信？偶益大师云：深信五人本有心性，清净广大，数穷三际，横遍十方，终日随缘，终日不变。无量虚空微尘世界，皆吾心性所现之物，但以无量劫来迷惑颠倒，遂至往受轮回诸苦。今苟一念回心，决定往生自心本具之极乐，更无疑虑，是名信字。深信释迦如来必定不说狂语，弥陀世尊必定不发虚愿，十方诸佛之广长舌必定不至二言，是故随顺诸佛真实教诲，决志求生，更无疑虑，是名信他。深信念佛功德不可思议，
其散乱称名，犹为成佛种子，何况一心不乱，安得不生净土，是名性因。深信已生净土之清净海众，皆从念佛三昧得生，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隐蔽随行，想必应生。五人念佛，决定功不唐捐，是名信果。深信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实实在在有极乐世界清净庄严，实实在在有阿弥陀佛经现在说法，决定不是预言全说，是名信是。深信十万亿佛土并不在五人心外，以心无外故，又深信心作心事，西方一切依正主办，皆五心之所现。如是我心变，佛心亦变，一一众生心亦变，重重交涉，圆融无碍，是名性理。印祖云：所言性者，虚性娑婆实实是苦，极乐实实是乐。娑婆之苦无量无边，总而言之，不出八苦。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此八种苦，贵极一时，贱至乞丐，各皆有之。专修净业，求生极乐，仗佛慈力往生西方，莲花化身，无有众苦，寿等虚空，身无灾变，老病死等名尚不闻，况有其实。追随圣众轻视弥陀，水鸟树林皆言法音，思一得一，思十得十，楼阁堂舍皆是七宝所成，不假人力，唯是化作。身有大神通，心有大智慧，故经云：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娑婆之苦，苦不可言；极乐之乐，乐莫能喻。深信佛言，了无疑惑，方明真性。何谓切愿？即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偶益大师云：以深知娑婆五浊众苦充满，生死海深三途劫长，五欲六尘皆为造恶之诱饵，三苦八难，无非清遭之现报。是故知苦断疾，是度众生，是断烦恼。乃于娑婆身身厌离，更无贪恋。所谓但求一日之速脱，不欲虚语之暂留，是名厌离。由深信极乐清净，诸善聚会，长生不死，受诸快乐，鸟鸣树声，水流花香，皆是弥陀化身说法，不退补处，多有甚净功果。是故目灭修道，是学法门，是成佛道，遂于极乐，切愿心求。
更无二志。所谓求生之心已定，虽万牛而莫晚，是名心求。应祖云：既知娑婆是苦，极乐是乐，应发切实誓愿，愿离娑婆苦，愿得极乐乐，其愿之切，当如堕厕坑之急求出离，又如系牢狱之切念家乡。又云：念佛一事，最要在了生死，即为了生死，则生死之苦自生厌心，西方之乐自生心心，如此则信愿二法当念圆具，再加以至诚恳切，如子一母而念，则佛力法力自心信愿功德力三法圆彰，犹如槁日当空，纵有浓霜层冰，不久即化。以二，一向专念，净土正行。应祖云：念佛一法，乃备尘合绝，返本归元之第一妙法。以五人一念心性，犹如虚空，长恒不变，虽长不变，而复念念随缘，不随佛界之缘，便随九界之缘，不随三圣之缘，便随六道之缘，不随人天之缘，便随三途之缘，由其缘之染净不同，至其报之苦乐迥异，虽于本体了无改变，而其相用故以天渊玄殊矣。譬如虚空，日照则明，云屯则暗，虽虚空之本体，不因云日而为增减，而其显现张蔽之相，故不可以同年而语也。如来以是义故，普令众生缘念于佛，故曰：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又曰：念佛一法，乃如来果地所证之无上觉道，尤其以果地觉为因地心，故因该果海果彻因缘，从果起修，直趋觉路，即生作佛，转凡成圣，超过一代十教一切法门之上。经云：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弥陀要解云：然于一切方便之中，求其至直节制圆顿者，则莫若念佛求生净土。又于一切念佛法门中，求其至简易至稳当者，莫若信愿专持名号。又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极乐国土。大经科注云：一心专制称念弥陀，则意识熟处变生，生处变熟，
方有可能于临终苦迫之际提得起这一句佛号，感佛接引而得往生也。是故善导大师誓曰：大圣悲怜直劝专称名字者，正由称名义故，相续即生。若能念念相续，毕命为妻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无外杂缘得正念故，与佛本愿相应故，不为教故，顺佛语故。若舍专念修杂念者，百中悉得一二，千中悉得三四。为何不念别佛，而要专念阿弥陀佛？师父上人讲道：释迦本师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应当依从本师教导，顺应释迦本怀。又阿弥陀佛四字是梵语，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合起来就是无量觉。盖一切诸佛皆是觉者，是故念阿弥陀佛即是念一切诸佛。又经云：阿弥陀佛又号无量寿佛，又号无量光佛。弥陀要解云：光则恒遍十方，寿则数穷三际，横竖交彻即法界体，举此体作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持名即始觉合本，十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也。古德所谓法界圆融体，作我一念心，即念佛事也。海贤老和尚自从20岁出家，师父教授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主其一直念去，92年没拐弯。老人家常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又说，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老人家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自在往生，圆满恭恨，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正转。丙结语：大慈念老云，倘不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信愿，一向专念，而欲往生，无有是处。敬起当世行人，甚莫初闻净宗异行，便生轻慢，信心虚浮，志愿迟缓，口谈敬业，心恋尘缘，如是求生，当待驴年。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可不悲哉？切为徒悲究有何意？须知生死大事也，信愿念佛大法也。既知死之可悲，当于未死之前修此大法，则死不但无可悲，且大可信也。何以故？以敬业成熟，仗佛慈力，直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得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离众苦，但受诸乐，渐次修习，直至成佛而后已。
惭愧弟子初学，无德无能，幸蒙齐老师慈悲接引，不弃冥顽，能和众师兄们一起学习大经科注，恭临师父上人谆谆教诲，此恩此德，弟子唯有老实听话真干，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方能报答师父上人谆谆教诲和齐老师慈悲护持之恩于万一。以上是惭愧弟子粗浅的学习报告，定有许多错误之处，敬请师父上人和诸位法师大德批评指正，不胜感恩。阿弥陀佛，惭愧弟子开弘，顶礼叩成。开弘法师的报告是一篇最好的念佛开示啊，引用祖师大德的教诲，说的把净土信愿行三字两讲明白了，讲清楚了，讲透彻了，这个很难的，所以这篇东西也可以大量流通。